欢迎收看广东宏远还有福建队的比赛。这天比赛安排在中午，易建联，哎呦，失误了易建联，但是又抢回来，徐杰和易建联又被抢断了，二打二，可以传了。哦呦，福建队这失误莫名其妙啊！广东队发球，哇，福建队一开始就前场逼抢吗？穆义娟。今天广东队厉害了，直接上黑白三后卫。易建联三分球投进，最经典的战术。看福建队，赵睿拼抢的很积极，哎呦，差点又是一个失误，还真是失误了。广东队球权，易建联，哇，又是一个三分球。易建联开场两个三分球，这你顶得住吗？犯规了，哎呦，不要冲突。看福建队进攻，可以投了。漂亮，这个三分球很棒，给易建联。徐杰，看易建联要再找人，黄旗了，犯规了。赵睿给上赵锦阳了，他没人论，哎呦，被冒了，但是自己抢回来。赵睿赶紧投，压哨没进。篮板球是福建队，没有投。这球刚才可以出手了，这球哇，差点是一个失误啊！这球给的挑篮打进，漂亮。田贵森连拿五分，祝你感谢。继续给洪明轩，哎呦，这球是个失误啊！广东队这样转换球权，这样福建队球权。哎呦，这球突出来直接传，投球有点尴尬呀！洪明轩打快攻，先对抗，然后再打，漂亮。广队领先三分，赵锦阳注意点动作幅度，别被犯规。哎呀，这什么情况？这外援四打二，给易建联轻松。哎呦，罚球两次了，什么情况？裁判没有吹，又投三分球。哎呦，投了个三不沾。赵睿自己失误了。传出来，打易建联打不了啊！哦，这个机会出来了，三分球稳稳命中。福建队上场打得不错呀，三分球全投进了。易建联，洪宇轩，易建联又投了。哎呦，这次投了一个三不沾。福建队有反超的机会啊，这小外援怎么一直传球啊，自己上嘛，失误好几次了。吴明轩也差点失误。汉密尔顿给易建联大打小，发球两次。福建队这边进攻，给突进来再传，这球给王浩东，犯规了，罚球。福建队现在突然反超了，哇，广东队又四上四下了，犯规了。比赛继续，
看福建队进攻，再挡拆找人，这样投没了，哎呦，三分球犯规了，罚球三次，杜仁旺犯错了呀。